反险中心结合医院第一时间接到指挥部的信息，说患者需要继续运动、放松脚软胶囊。通过多方协调，因为这两样儿药都是专科用药，通过第一时间安阳妇保人员来协调，把这两样儿药协调过来。我们这边是这个抗疫情指挥部，云上抗疫情就是品牌的。在我们昨天收到这个求助人的这个信息之后啊，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这个救助人，然后通过各个渠道，然后购买这个药物，然后也是在第一时间向我们这个群众送来这个药物，以确保群众在家这个用药的需求。我通过云上抗疫疫情期间的紧急求助中心，通过昨天晚上我也发布以后，然后就立刻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，然后通过今天下午药就已经送到手里边了。非常感谢政府，实在也是没有办法，多数都买不到这个药。非常感谢疫情指挥部，包括感谢医护人员，感谢每个在中间处理的每个人，包括单位，非常感谢大家。